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9面，第二行，从当中看起啊，甚慢抱哭，从这看起啊，甚慢抱哭曰：佛能以正法授予众生啊。什么叫正法？正法者，真正之道法，如是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这是把正法的相状啊，简单的说出来啊，这16个字是正法的标准。下面呢有注解，是无相者啊。什么叫无相？净隐曰：诸法系空，名为无相。就像《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正法，这是真正的道法，这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所见到的。十法界的众生没见到啊，十法界众生以为现前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这个完全看错了啊。就像小朋友看电影，以为画面上啊，这个形象全是真的，啊，不知道是假的。这个比喻很相似。我们读到《菩萨出胎经》，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这才完全明白了。明了之后，我们也能够肯定《般若经》上讲的有道理，一切法确实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看破啊！看破之后，我们对一切法的那种执着、
那种分别啊，那些妄想就统统可以放下了啊。为什么？这才真正知道我们起心动念错了啊，根本就没有一切法。所以顺境善缘不生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能够永远将心保持在清净平等处，那就是正法，真正的道法。可是诸法虚空，没有真实智慧，看不到啊，不知道它是空的。啊，那么这些叫无相，相即无相，所有现象摆在面前，知道这个相是幻相，是刹那生灭的相，是了不可得的相，所以称它做无相。有涅槃经云，涅槃呢名为无相啊，涅槃是梵语，也能够把它解释为无相。意和因缘名为无相啊，什么因缘？下面有解释，善男子，无实相故啊。实是十大类，含义是无量无边啊，也就是所有一切现象，不外乎这个十大类。这十大类呢，所谓色相啊，第一个色相，眼所见的通通叫色相，耳所闻的通通叫声相啊，鼻所嗅的都叫香相，舌所尝的叫味相，我们身体所接触的叫做触相，另外身、畜生、住啊，畜生之后还留住一段时间啊，到最后呢，它就坏了，就灭了啊，就生相、住相、坏相。男相、女相啊，在动植物里头，雄相、雌相，这叫实相。无如实相，故名无相啊。无如实相。所有一切现象里面，找这十种相都找不到。为什么呢？这十种相是假的，不是真的，确确实实，常。
刹那生灭，了不可得了。大乘经上佛讲解，佛常讲，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当体是就现前呢，无论是理，无论是事，无论是性，无论是相，无论是因，无论是果，没有一样不是当体即空啊，真的了不可得。迷了自信的人，看到这些虚幻的东西，以为是有，以为是真的存在，啊，所以六根接触这些现象，它就起分别，这些色身香味触，啊，身住坏，这些都叫分别。阿罗汉、辟支佛还有分别，没执着了。六道凡夫有分别，有执着，麻烦在此地啊。啊，有分别，出不了十法界；有执着，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了，轮回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的。啊，你于一切法不执着了，轮回就没有了。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你有分别呢，就有十法界啊，也就是你有四圣法界。分别没有了，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虽然四圣法界没有了，你没有超越什么时候超越呢？不起心不动念超越了，十法界不见了。这是诸法实相啊，就是真相啊，实相无相啊，真相啊，无一切相。啊，也就是此地所说的无相。有密教于此更有啊浅深而已。密教于有相无相啊，有浅略与深密这两种解释。啊，其浅略者为凡夫所见的色心诸法，四相显了啊，非常明显的 啊心情现现，意知意见的为之有相啊。六道里头哪一个众生会说眼前这些现象啊是无相的？没有人认为是无相，都认为是有相啊。那么诸法的体性无形无色，不存一相，谓之无相。
这个说起来我们都懂啊。啊，一切法的体现就是自性，也叫做法性。啊，它没有现象，它能现象。啊，所以从体相上讲，空即万法皆空。从体上讲的，了不可得了。从事上讲呢，哎，这一切相都在面前呢。我们也确实得到受用了。啊，这个现象呢，它是无常的，它是无助的，无助就是它没有办法停在此地，不能停住。啊，它是流动的，就是是个生灭法，啊，它不会停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电视、电影这个画面，我们这个道理下的，这个画面是动的，不是静止的。如果静止，就变成幻灯片了。啊，它永远都在动。大宇宙里面的现象，佛法讲呢，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现象都是移动的，都是在动。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个接一个。啊，可是你要知道，前念不是后念。后念不是前念，念念不一样啊！没有一个念头是相同的，你找不到啊！啊，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画面是同样的，只可以说有大同小异，没有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从哪里生的呢？迷了自性，就有这个现象出现。啊，我们称这种现象叫自然现象。它没有理由，它没有来去，啊，真的如经所说的，来无处来，去也无有去处。怎么产生的？就是当前一念。这一念，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是这样的念头。我们确实无法去发现它。啊，现代科学技术很高明，也没有办法发现它。啊，这个现象确实被科学家看见了。科学家知道，它生灭的速度非常快速。
只是这样告诉我们。啊，不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把那个数字告诉我们了，一弹指，32亿8000年。啊，我们把它计算出来。320兆，这一弹指多少年？320兆，数字说出来了。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是心念累积产生的幻想，因为每一念都具足五蕴色受想行识，念念都具足啊！一念里面的五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就叫它做无相，就叫它做无为。可是这个念头累积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很粗的念头，我们看见了。啊，好像水蒸气，水蒸气在空中我们看不见，它凝结成雨点，从空中落下来，我们看见了。它遇到冷空气，它结成了冰，我们看见了。啊！可是它在太空当中，我们看不见了。太空有没有？有啊，充满了水蒸气啊！啊，今天我们讲湿度，湿度就是水蒸气。啊，今天湿度是多少度？用仪器可以能够探测出来，肉眼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啊，但是身体能感受到。啊，这一些现象，我们称为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会产生变化。谁在那里主宰他？阿赖耶，就是我们讲的意念、起心动念在主宰他。随着我们念头，它产生变化了。贤首过失还原观里面所说的畜生无尽呢，啊，慧能大师所讲的能生万法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些浅的意思我们懂，深的意思就不懂了。
诸法的体性，无色无形，不存一相，这叫无相。这个意思前，深一层的意思呢？这第二，其生灭者，为有相者，一切之法，各个之相，分明而住。我们眼前看的一切相，这个住，就是说它还没有消失。住是什么相呢？相似相续相。刚才说过了，绝对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电影如是，电视也如是，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都在变化了，微细的变化了，我们没有觉察到明显的变化了，这个变化觉察到了，微细的觉察不到，用仪器去侦测可以了解一部分，没有办法了解的圆满。圆满的了解，要靠修正的功夫。下面讲无相，无相者，一相之中啊，具一切相。而一相不留，居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曰无相。这个意思就深了。一相之中是不是居一切相呢？真的。我们在这个注解上读过，念公老师在第296页给我们说，一毛一尘的微点，微点是什么样子？在338页里面讲微尘，引用到近代科学家发现的量子，一个量子这个一个电子等于100亿个量子，也就是100亿个量子聚在一起，就是一个电子。这科学家发现了，但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家没发现。这一项就是这极小的电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000，这么一个小点，它居一切之相，一切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性相离世因果，在这一点里头全部具足。这个是科学
从来没说过。只有《大乘经》里面说过。这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为什么？大是自信，小还是自信？自信没有大小。自信没有真妄，自信没有觉迷，所有一切相对在自信里都全不存在，所以说二一相不留。具一切之相而无一相，这叫无相。这个意思讲得深了。那么最小的这个粒子现在叫量子，它里面居住大千世界，那个大千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大千世界，重重无尽。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一点都没错。虽然重重无尽，它没有一相，这叫无相啊。非是无色无形啊。科学家能发现肯定是有色有形，如果无色无形他看不到。这些形色都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这一点科学家知道了。但是这么小的物质里头包含整个宇宙，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从近代这个科技发现的这个电晶体小小的一块晶片像这个小指甲这么一点点大里面居然能够容纳一部《大藏经》，不可思议呀！我们觉得这是科学里的一些奇观呢，殊不知，佛告诉我们，那个小到什么程度？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它里面容纳的这个信息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一样都不漏，全都在里面。科学家没发现。如果这个话让科学家听听，科学家会点头，他不会反对，他会说有这个可能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不够，还没达到这个境界非常有可能。这么小的一个微点，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无法形容。绝对不是像现在电磁波
啊，这个阳光这个速度能够跟它相比，啊，光的速度知道，现在知道速度是最快的，啊，1秒钟30万公里。啊，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自信里面这个波动的速度，无论是思想波，或者是我们物质的波，我们肉体是物质，啊，物质的存在都是属于波动，它不动了，就没有。真的就像我们看电影荧幕上的画面，它不动了，马上就没有了。啊，都是快速度的在移动，让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贤首过思，还原观上告诉我们，无论是思想波或者物质的波动，它的速度是遍法界虚空界。周边法界，才动就周边法界了。为什么？法界跟微点是一体，所以这一动啊，全体都知道了。啊，好比我们身体，这身是一体，无论在身体哪个部位。有一点疼痛，全身都知道。啊，都晓得这个痛点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是一体？啊，我们一个人，跟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好像是一个人呢，我们是这个人身上的一点。关系太密切了啊！无论是正报，无论是异报，贤首大师讲三种周边，第一个是速度，周边法界啊；第二个是变化，就是影响变化。畜生无尽，第三句是讲心量，含容空有。含，对太空讲、太虚空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界。融空就是心包太虚。啊，量，量里面能包含，量大了，啊，量周法界。中国古谚语有所谓。量大佛大，那谁的佛最大了？佛的佛大，为什么？佛的量太大了，什么都能包容啊！啊，量小的人不能包容，所以他的佛就小。你要看一个人佛报有多大，你看他的量有多大。真的，量大佛大了。
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无论是精神现象，从量上讲都是无有极限的，没有不能够包容的。啊，这叫无相。所以底下加一句，非是无色无性也。啊，这个意思讲得深，它确实是事实的真相。我们再看下面，无为，为是作为，无因缘造作曰无为，意思同于无作。啊，前面在十七品有无作的注解，啊，我们已经学过。无为法是自然现象，有为法有生有灭。啊，无为法是无生无灭。天行菩萨将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说的660法归纳为百法，这相中的百法名门论，啊，为教学方便起见，变得好啊。啊，它分五科，就是五大类。有为法里面有四大类，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啊，心法就是精神现象，色法就是物质现象，啊，还有一个不相应心法，意思就是它不是心所设法，它不是，但是与这三个呢都有关系，它不属于这三个任何一种，它跟三个都有关系。用现在的话，它是个抽象的概念，决定没有事实啊，都是有为的。啊，最后一类呢，无为法。无为法有六个。啊，有为法，这四类，总共94种无为法。啊，有为法，94种。啊，有生有灭的我们好懂啊，不生不灭的我们难懂，特别是无为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的无为啊。六个无为法，前面五个可以说是相似的无为，不是真的无为。因为什么？他不属于有为，那就好，只好说他做无为了，啊！但是真正无为只有一个，自信呢。自信是真正的
无为法了。下面无父无徒，世间以无明烦恼为父，这是比喻。父说绳索把我们捆绑起来了，不自由了，是这个意思啊，不自在了，不自由了。比如什么呢？比如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烦恼啊。啊，这被捆绑了。而以断惑显真为托。啊，你看看，断见思烦恼，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叫解脱啊！啊，解是解开，就是把绳索解开。比喻你从烦恼里面脱出了。啊，脱离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你就脱离十法界了。啊，那就是法身菩萨住十报庄严土，在十报庄严土里面，无明烦恼的习气断干净了，你就脱离十报土了。十报土也不是究竟的，你回归到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啊，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把你本来面目找到了，这是真正无上真等。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如来，啊，究竟的佛果是谁呀？是你自己本人呐，是世尊常常跟我们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你圆圆满满成佛了。这一桩事情，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算是真正有把握了。啊，真正得到保证了，你一生成就。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保证的，啊，成就肯定是成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又不能不知道。啊，真正知道了，
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不再迷惑了，肯定你下定决心，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净土，清净弥陀。那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解脱的门道了。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古人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这一天遇到了。我们再看下面，而谓之无明与法性，本为一体。法性如水，无明如冰啊。现象虽殊啊，就其本体，则无明之冰，具体是法性之水。这个比喻也比喻得好。无明是迷呀，法性是觉，觉迷是一不是二啊。迷是迷与法性，觉呢是觉与法性，体都是法性啊，所以迷悟不二。这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所以真的说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觉迷是一，凡圣也是一。大乘教叫做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意思就是你完全证得了，你通达明了了，两边都放下了两边就是迷悟两边呢，迷放下了，悟也放下了。迷放下了，哪来的悟啊？好像有个人生病了要吃药，病好了，药也不要了。这就是《般若经》上佛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迷呀，法是帮助你觉悟的，你真正觉悟了，法就不要了。金刚身上比喻，你过火要坐船呢，船是你过火的工具，那就是法了。你要用这个船渡过去。渡到彼岸了，踏到彼岸了，船也不要了，你要那干什么？没用了把船比作佛法，
没觉悟的时候要他，要依靠他，到彼岸了不要他了。这是教导我们法不可以贪念，贪念呢麻烦大了。啊，佛是叫我们断贪心的，不是叫我们换对象的。好，世间法不贪了，就贪佛法。那换个对象嘛？你的迷惑、你的烦恼没断嘛？啊，佛是叫你断疑惑、断迷惑、断烦恼，不是叫你换对象的。其实对象是空的，对象是假的，对象根本就不可得。啊，你要换它干什么？不要在境界上去操心。外头没事。啊，用心在哪？用心在内心。所以佛家叫内学。啊，正果叫内证。意思就告诉你。与外头境界毫不相关，不要受外面境界影响，你就是佛菩萨。会被外面境界影响，你是凡夫。啊，外面境界合你自己意思了，就生欢喜心；违背自己意思了，生嗔恚心，错了，你被外面境界影响了。啊，你能够不被外面境界影响，你能够影响外面境界，那叫什么？那叫境随心转。啊，外面境界受你的影响。你主宰了一切，这个主宰就是我的意思。啊，真我找到了。啊，我们现在可怜呢，是外面主宰了我们内心，太苦了。这叫迷惑颠倒。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能够主宰外面的宇宙？你就叫佛，就叫菩萨。啊，境随心转，这是有道理的，有理论做依据的。我们被外面境界所转，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迷惑颠倒。是反常的事情啊！啊，玄义里头这个比喻，啊，无明与法性是一体。转无明，就见法性。啊，如冰是水，如水是冰啊！啊，冰水一如啊，所以没有负，也没有脱。我们读到大魔祖师当年到中国来，那个境界太高啊，
没有人能够明了。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呢，遇到一个慧哭，慧可对他非常仰慕，心里有个问题不能解决。冬天呢，下雪，大魔祖师在房间里面入定，他在门口等着，雪下得很久了，膝盖都被淹没了。大魔祖师没理会他，在这个状况之下，他拿他的戒刀把他的左臂用刀砍下来，拿这个手臂去供养大魔祖师。没有东西供养把手臂切断，砍断的时候供养祖师。祖师看着讲，你何苦来，你为什么？他就说了，我为是求老法师替我安心，心不安了。大魔祖师就手撑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句话点醒他，他找心啊，这心在哪里啊？找不到啊，找了半天，回答，大魔祖师，告诉他，我密心了不可得，心在哪里啊？这找不到心啊。大魔祖师回答一句话：欲汝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了。他在这里一下子到彻悟了，这一悟就明心见性，统统放下了，两边都放下了。慧可大师的开悟就这几句话，你看一问一答一答。我们也这个故事看到了，听到了，你来问我，要去大魔祖师打你，看看你会不会开悟。你不会呀。为什么你不会？你没有他那样的真诚恳切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你现在为什么不开悟？你没问题吗？你怎么开悟的？所以中文说，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你就不会开悟。我们今天不怀疑，对法性不怀疑，对无明也不怀疑，那就没悟处了。佛经里面像这一类故事很多很多，确确实实，你说你有烦恼，你把烦恼拿来。你要回头去找烦恼，烦恼了不可得。那换一句话说，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错觉。我们讲是一个错误观念所造成的。如何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用不着
错误观念放下就是了。你找个方法去把它纠正，那个方法就又是一个烦恼，又是一个麻烦，永远解不开啊。啊，为什么呢？你所有一切想象通是虚妄的，虚妄不能化解虚妄，真实一出现，虚妄就不见了。那真实怎么出现？放下虚妄，真实就出现了。关键还是放下了。慧可总以为自己心不安呢，生烦恼啊。大魔祖师这一招是，你把你那个想着你那个心不安的这个念头放下，就没事了。古德说得好啊，只要除妄念，别求真呢。我忘的放下真的在哪里？还是个妄念。真跟妄是一不是二，放下念头，妄就变成真了。原来妄是真，没放下来的时候，哎呀，原来真是妄。不起心，不动念，真就现前了，真如就现前了，真心就现前了，真性就现前了。啊，起心动念不见了，为什么呢？真心变成了起心动念，真心变成了见思烦恼。这是原理，你把原理参透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什么是真？一念不生是真。那一念不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妄想习气太重，自自然然一个念一个念头往外冒啊，就像泉水一样不断从地上涌出来。这是六道十法界众生的病根呢。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随他去吧，别理会他。这就是放下。啊，放久了，禅定出现了，你就定下来了。定久了，就大彻大悟。啊，自信里面的光明就透出来了。念佛人的方法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最巧妙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妄也不是真。阿弥陀佛就是自信。阿弥陀佛就是真心，阿弥陀佛就是真如，妙不可言呐！对待这一句阿弥陀佛，绝对没有怀疑，绝对没有妄想，没有杂念。
时时刻刻提得起，没事就念阿弥陀佛，别去打妄想。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代你所有的念头，这叫念佛人。这叫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后面这两句是说它的效果。必定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见不到佛。见佛就是成佛，成佛就是见佛。所以无复无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啊。下面无住分别，无住分别就是不二，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如，如这个意思。法界离体，不二平等故曰如。遍法界虚空界，一个离。离体就是法性，就是自性。诸法皆如，故曰如如。诸法是讲一切现象，一切现象不离自体。自体是如啊，那现象呢？现象也能不如呢？它不如，它怎么能现象啊？所以诸法皆如，觉悟的人晓得。什么是自性？一切法无一不是自性，所以叫如如。大乘一章曰：彼此皆如。此是自己，除自己之外都叫彼。遍法界虚空界，上面从诸佛如来，下面到阿鼻地狱，跟我一体，一个自信。所以说介入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古人对于这桩事情这是经上常常用的，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把黄金比喻作自信。黄金所做的这个器皿比喻作法相。黄金是体，做出器皿是相，全是以黄金做的，做手镯，做项链，做一切装饰品。我们参观过，是在我在台湾看到的，听说现在他在杭州，工厂搬到杭州去了。
他做首饰，啊，假首饰，镀金的。我感觉的比真的首饰还好看，价钱很便宜，丢掉不会心痛，所以它的销售量非常可观。那我说人人都喜欢，丢掉不痛心，啊，很便宜，啊，真金镀的，它镀金，啊，它的展览室我去参观，大概有将近20000种不同花样的，它摆出来就琳琅满目啊。啊，那一天陪我去的有10几个人，我们走到的展览室，我告诉大家，你们大家看看，这经上讲的，一金作器，器器皆金，那你不就看到了吗？啊，黄金在哪里？随便捏一个都是黄金。有个体验，你所看到的这10000种不同的花样东西，啊，一个字就包括了黄金，啊，全是黄金啊！把黄金代表自信呐，把这些器皿带做法相啊，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啊，法性如，法相也如。诸法皆如啊，这叫如如啊。啊，这个境界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给你说你就很容易懂，很容易体会。啊，你要明心见性，性在哪里？性相就是性，相是性变的嘛。啊，性是相之体，相是体之相啊，它是一不是二啊。啊，相如果要灭掉了，那性不就是灭掉了？所以相不能灭，相可以改变，它不会灭的。啊，譬如这个黄金造成的佛像。哦，你一看到你会礼拜他，啊，你会对他顶礼三拜，会很恭敬他。啊，那如把这个佛像重新把它铸成一个小猫小狗，你看到很可爱，那其实那是佛像变的。哎，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同一个法心。心没有变呢，相在变化了，相是随着人的念头在变化。啊，所以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啊，大乘一章上讲的这个话好，彼此皆如，故曰如如啊。如非虚妄。故佛经中啊，也名真如。那真如在哪里？自性是真如。法相呢？法相是真如。因为法相的体就是自性。啊，明心见性，它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今天学的经教也懂得了，有没有见性？好像是见性，实际呢？实际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没放下，你放下就真见性了。没放下，嗯，听说是这样的，不是自己境界，
如果你听到这个地方，马上就放下，那恭喜你，你真的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法智难行矣，行是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在一念之间。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错误啊！你能把这个放下的时候，你就成佛了。地位最低的，也是《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超越十法界了。地位高的，可以直接证得妙觉果位。我们今天听说为什么放不下？张家大师讲的，你没听懂，所以你放不下。如果要听懂了，你放下之快啊，任何人都没办法拦住你。你直接成佛去了。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肯定是这个做法。那我们听经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这个好处就是熏习，一遍一遍的熏习，你才能真觉。我们像一个木头掉在水里头，在水里头泡了几千年了，湿透了，今天拿出来，用一支火柴去把它点燃，能不能点燃？点不燃，不要紧，再点一支，点上一万支，点上十万支，点上一百万支，点燃了。这叫什么？常识熏修，肯定它会燃的嘛，木头怎么会不会燃呢？水里面泡久了去了，习气太深了，习气太重了，经虽然是听明白了，回不了头来。一转眼老毛病又发了，就这么个道理。怎么点都点不燃。这就说明常识熏修的必要。像慧能大师那种人，那一点就燃了。佛法里称他做上上根人，怎么那么容易就开悟了？祖师大德告诉我，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无量界就在修大乘。就好像这一根泡在水里的木头，它已经被燃烧过一百万次了，还没有点住。这一支就把它点住了。
那我们呢？我们前面没有这个数字，没有长时间熏修啊。有没有熏修？肯定有。如果是没有的话，这个经你听不下去，你在这里2小时坐不住。你不相信，到外边找个人来，你叫他在这坐2个钟点，他能坐5分钟就不错了，坐不住啊。那就是说他没善根呢。你能坐得住，证明你过去决定不止1世、2世、3世、5世，你大概至少也有十几二十世的熏修。你听到佛法才能欢喜，才欢欢喜喜能坐2个钟点，天天都回来。不是容易事情还是转不过来，就习气太重了，烦恼太深了天天熏习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每一天不间断，连续熏个10年、20年、30年，你成功了。你就会大彻大悟。净土宗的人，大彻大悟就是彻底放下，身心世界，事处事法，统统放下了。一部经，一句佛号，这是真正学悟的人。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做不到诸位细细想想取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不是难事善导大师所说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李老师告诉我们，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也只有3、5个人，他的话也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大多数念佛人不想去，口里想，心里不想。口里说要去，心里对这个世界还留念得很呢，不肯放下了。不是去不了不想去，那就没法子了。所以能不能往生，全操在你自己手上。谁都管不了往生的权不是在阿弥陀佛手上，这个要知道，在自己的手上自己想不想去彼此皆如自然无诸分别这一句话真懂，彼此皆如，你还会有分别吗？没有分别，你还会有执着吗？都没有了。这一句话是帮助你彻底觉悟宗门所谓当头棒喝，
这一棒看能不能把你打醒。啊，确实，有不少人呢，在这一句话里头大彻大悟。他彻底放下了。放下什么呢？下面《文殊般若经》上有一段经文：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进步，亦不疑惑。如是仁者，速得阿耨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马上就证得了。一切法皆是佛法，极乐世界是佛法，华藏世界是佛法，天堂是佛法，人间也是佛法，畜生恶鬼地狱全是佛法，一法不漏啊，法法皆是佛法。你听了怎么样？有没有问题？真的呀，很多学佛人听到了进步啊，会吃惊，会恐怖啊。这大概是魔说的了，这不是佛说的。这个话真是佛说的，不是魔说的。佛说的是真话。佛为众生说法是一二谛，一俗谛我们懂，我们很容易明了啊。比如讲伦理道德，讲因果，我们很相信啊。那佛说这一切法全是佛法，把我们搞糊涂了。所以这一类的法佛不常讲啊，你程度不够啊，不跟你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也是按照次序来的。所以，他老人家讲，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什么意思？后世这一些学佛的学生，要懂得循序渐进，好像念书一样，你一定是先念小学，再念中学，再念大学，最后去念研究所。不能劣等呐！什么小学、中学都不要了，去念研究所，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最近这一百年来的时候就犯这个毛病，所以一个成就的都没有。你能说他不用功吗？你能说他不专心吗？啊，他很专心。他很用功，他略等了，一开头就学大乘。啊，所以学了一辈子，学得好的，得的是什么？佛学常识、知识啊，没智慧啊。啊，有解无行啊，甚至于他的行还不如一个普通在家人。
这是不能成就的原因呢。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普遍劝导大家从三个根做起。这三个根就《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三样东西不能落实，你学佛没有根基。像盖房子，你没有地基，你盖个茅棚可以，你想盖一栋大楼是决定不能成就。更重要啊，这100多年来，至少是150年，把扎根的教育疏忽了。为什么不能成就？多少人都想不出这个原因。原因就在这里。果然你能够真干，10年时间。10年用2年扎根，用8年的时间去专攻专修。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不但得三昧，肯定开智慧。三昧智慧现前，你的神通道理自然就有。那念佛往生净土了，你随时可以去了，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碍事。这叫什么？生死自在呀！不用很长的时间呢，10年足够了。业障烦恼特重的人，10年达不到，坚持下去20年，肯定达到。如果你说我没这么长的寿命啊。不要紧，你要是真干，真正为世间人做个证明，为学佛人做个好榜样，你的寿命自然就延长了。你今年80岁没问题。真肯干，我相信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你说我还要学20年，一门深入，你的寿命肯定超过100岁，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让你做个榜样给大家看，让大家相信，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得真干。光说不练不行，那是假的。你能骗自己，骗不了佛菩萨。真干就得到真的加持。所以《文殊般若经》上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肯定，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啊。啊，反对佛法的人也是佛法，消灭佛法的还是佛法，妙啊，妙极了。啊，太平盛世是佛法，天翻地覆也是佛法，真妙啊！啊，为什么有这些变化呢？变化是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啊，法真心现的，所有一些变化妄心在干的，真妄不二啊，真是如，妄也是如，若如啊，知道事实真相了，无论是真无论是妄，都不动心了。不动心就是佛法的成就啊，如如不动，你不知道如如，你会动心啊，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正知道一切法如如啊，自然就不动了，自然就定下来了啊，定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定是照见，不是看见不惊不怖，也不疑惑啊，如是忍者，这个忍有肯定的意思，认同的意思啊，这是智慧的认同，不是感情啊，真实智慧的认同啊，肯定俗得无上菩提啊，无上真等正觉，你就得到了。下面念老引用《大宝积经》里面一句话啊，《大宝积经》云：“乃至诸法本性与佛性等，等于平等的，一切法的本性。”诸法本性，一切有情众生是诸法了，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法了，也是诸法之一了，树木花草也是法，山河大地也是法，虚空法界也是法，你看看《白法明门论》里头所说的，啊，他把一切法分为五大类：心法、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是什么？是心法它起的作用。啊，白法里头把它归纳为51个心所法，就是起作用啊，心法起作用，色法，色法是物质啊，不相应心法，
现在讲抽象概念，没有具体事实，在无为法，分为这六大类，这六大类叫诸法了。任何一法，它的性，它的本性，跟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的性是一不是二，这个等是平等啊，不是等于，是平等，完全相同啊。故诸法皆是佛法，啊，地狱众生的自信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是一还是二呢？一呀。那这个地狱众生是不是阿弥陀佛？是啊，没错。啊，那他为什么现在在地狱呢？他迷了。那是迷惹的祸，不是信惹的祸，信没惹祸啊！啊，自信变成了地狱，啊，是他迷了。他什么时候觉悟了，他就恢复了，啊，地狱境界就没有了。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所学到的。我们能够理解啊，你看你对一切法不分别啊，不执着，六道就没有了，假的吗？不是真的。与一切法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呢，是法界没有了啊。在一切法里头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十报图也没有了，或者叫一真法界也没有了，最后显露出来是圆满的常寂光，大光明藏啊，那是自信，那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本体，本体是一，不是二，这里头没有二，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若地性一切法悉是佛法了，也无分别，你的分别就断了，你不再分别了，不再分别就是平等法。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你只要得到平等，清净肯定得到，觉肯定现前，就是觉悟，大彻大悟。原理颠倒，如上所说，万法本寂，皆其实相，故无颠倒。啊，本寂就是本体，就是本性。其实其如。啊，都是其如实相啊，实相就是法性啊。实相也就是自信啊，也就是常寂光啊，也就叫大涅槃啊。所以没有颠倒。
啊，那么什么叫颠倒呢？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如罗什大师著《净明经》曰：“有无间。”啊，这说了三桩事情。有，一个是，第二个是无，第三个是见。啊，或者我们另一个念法，有见、无见，凡愚法相啊，名为颠倒。与法相相违背，啊，这底下有解释。盖为有见与无见，各有所知。说的是执着，见为诸法平等之相，故名为颠倒。啊，这解释很好了。为什么？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佛在《金刚经》上说的，啊，违背了这个道理，违背这个事实真相，这叫颠倒。无相无为，以及底下这一句“原理颠倒”，共四句。啊，是极乐世界，诸菩萨们，他们的正知正见。啊，这个四句是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云离颠倒。啊，这四句显极乐大师所说之正法。这是在极乐世界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那些等觉菩萨、跟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到极乐世界去教学啊，我们在那边所听到的正法，啊，接受这些正法的熏陶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吸入境界。现在到那里去，是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阿惟越之菩萨一样。那是佛加持，天天这样学习，我们相信很快就真正切入正得阿惟越之了。自己正得阿惟越之，又得阿弥陀佛的加持，这一种殊胜的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啊，那你获得这些做什么用处呢？在极乐世界就有能力与十方法界
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跟你有缘，希望佛菩萨帮助他，你就能现身说法，你就能教导他们，跟诸佛化身菩萨没有两样。这是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